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古早一句话讲：“渡过乌水沟，六四三楼一回头。”这个意思是讲，登山要过台湾实在真无简单。啊，那乌水沟就是咱即马讲的台湾海峡。今天要跟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《字头作业》歌业业第四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业本地意思是真深的山腰，或者是溪仔两边水真深的所在，万一讲是山烧瓦的地点。因过咱近代较接用你的地理学的专有名词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海峡，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海峡的意思就是海的峡多。第二个词峡湾，这是现代地理学的名词，意思就是因为古早以来长时间有冰河一直冲，才做 U 型山谷。啊，若是冰河消失的时候，海水灌入去到内底，就会才做峡湾，特别急，水嘛特别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合作伙。譬如讲，这几年就是驾坐游船环游世界，头尾三个月时间，会当去全世界差不多30趟的国家，两机的费用是300,000，用的带游客坐船来欣赏高纬度的国家。看到峡湾地形，也过会经过世界真侪出名的海峡，这个行程实在真吓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业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